易烊千玺去沈阳录新综艺，穿着王俊凯同款，粉丝说小黑屋快来揭秘。跨年的热情还没有过去，三小只已经开始自己紧张的行程了。之前一直都是看千玺和王源的行程，还有在机场的图片，但是这一次放出的却是大哥王俊凯的机场照了。小凯还是和平常一样戴着黑色口罩，看上去真的是越来越成熟了。而今天小凯是很懂事哟，也没有让粉丝们担心自己穿着很厚的棉服呢。但是大家是不是看到小凯身上的白色棉服，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呢？其实人家弟弟易烊千玺也刚刚穿过，粉丝们都说千玺很懂事，因为之前千玺一到冬天总是穿得很少，这一次去沈阳录制节目穿的还是很多呢，只是两个兄弟的棉服颜色不一样哦，好像是同款呢。但是在大家眼里，是不是觉得同款不同色才是正常的呢？因为之前两个好兄弟的同款实在是太多了，之前大家都觉得两个人的风格越来越像，不是正好王源没有上大学吗？粉丝们说高中生不懂两个大学生是什么梗，现在看的话好像真的是这样，两个大学生上完大学之后的品味真的是越来越像了哟。